两辆车撞得可不轻，黑色吉普车前脸损坏严重，这辆白车的右侧车门也被撞得凹了进去。俩车怎么碰？怎么个走向呗？这边往那个。哪个车？白车。白车啊，那黑车呢？从那边往那边。按照交通法规，左向右。那得交警判呢。周围居民说，当时这辆黑色吉普车是从北向南行驶，白车是从东向西行驶，路口并没有信号指示灯。按照无信号指示灯路口左车让右车先行的原则，应该让黑色吉普车先行。有人受伤没？那个司机脖子颈椎呀、一直。哦，那个是黑车的。黑车的。出事以后，俩车司机都报了警。这地方呢，快，那肯定不可能快，这对呀、啊，不快也撞地底下。